八龙山上正道棍剑，威风神州，一对赛车八侠将，最终对决，一触即发。邪名王刀下不杀无名鬼，银将军，杀！好，可别多时，请问在场，银将军邪不凶险？邪名王正点人势力。来定，英雄下个关，这个英雄怒温极色，七十万鬼怒河，天坤四色，一风玉鹤，金木金，无人心怒极色，真假天还之春。七千万鬼怒灭，英雄还魂。天将军救援神明，精忠得见，在下目交奴幸会。雄心之龙已经够低，穷有不完，但人亦不可比。还问阁下，当初以梦意黑暗夺王，当初离开万界之乡，我作为太将军，看得高人指点，所以我尚有一劫未渡。后来我再下封尘，孤身应劫，未知哪样高人士，便是世代创造价值，刀锋尚无极。同为刀命，刀锋的铁剑也是就是为了今天这个革命，仍有无满相会，让我以后退代死。之后，我便一直问以天地问，天修无形事。并将刀锋一切交予青龙寺，而祖龙又替我修复至贤之道，并为我保密至今。这里出尽凶数，实乃正道之兴。众人失之消灭下后，天将军主动全力以赴，多谢。现在最后一击，一笑千里。正统行军军飞条飞条，确实挥之不断，再度恢复。这如何？难道我是有误？再关都关，阿修罗王之阵，我们非彻底高我，我便往他处支援。哈哈哈！哈，此意，阴天剑意，经历死寒，让许多风气阴晦失意，心不阴，危急之际，如剑，寒空。红天说，天顶红牛出，千鸟瞬间冻结。辛苦了。强雄山水孙公景，不必江湖情人名，这将梦于天性马，天地从梦任我行。如今我明白，你是一名可靠的朋友，但难免的兵将自己不顾，这种毛病永远医不好也无妨。因为这条路上绝不孤单，恰雄乃有贤兵，弟子以杜剑本身之真元素形成，是此地地区感应杜剑守护之心，不忍其牺牲，反过来保住他之性命。既是如此，
奉着中立释放出的警员，以地区运动，专属投入刀剑铁刃，让你自冰封中觉醒，九霄切寒，寒山归阮风顶湾。但风剑士在新兵内造势兴奋，焕红刀剑地气，直冲不心。剑气之人民的剑飞刀就说，一画笔，笔画千，千华美色刀剑，地气透过皮膜，焕入之心。刀剑困到了，就醒过来吧。好，营长，你去探过秀吉路，当然，若敢去看，我恐怕，恐怕最贵也不得安宁。哈哈哈！都点你电路，营长，都不用过这款酒，太带劲之后，营长。我的边发现不少的美景，连带接了不少单，看来是在催我回去了。一回，咱再东引，就此约定了。